家好。大家好。这是我新的口红，我觉得超美的，不要让我显白，显得很多。新的，这一支，这一支超美的，干嘛？干嘛？嗯，一大哥，晚上好，晚上好，你好，干嘛？干嘛？泡泡衣服。Hello, hello, 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妮妮，妮妮，妮妮，妮妮。帮我拿一下树枝，谢谢。头发乱掉。晚上好哦，是珍珠哎，谢谢朱里恩的珍珠。晚上好，两小时，今天两小时。晚上好，你们不觉得这个口红很好看吗？很显白的感觉，我都已经那么黑了，还可以把我显白，真是太棒了。嗯？哦，你在看我的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Hello Hello Hello， 好痒 ，Hello， 吃了吗？刚吃饱，但是我旁边还要放着一碗汤，自己煮的，姐姐帮我煮。谢谢傅伟的宝箱。Hello, hello, hello. 晚上好，谢谢小易的珍珠，好多好多好多，好痒。口红好看，对吧？我超喜欢这支的，这是我新买的，这个礼拜才收到货。谢谢傅伟的 Singer Song， 谢谢小易送我那么多。晚上好。大家晚上好，谢谢空白的珍珠。我拿一下蜜粉，我有头发太油了。吼吼，好痒啊！我忘记登平板。给我一下。听上次有人传给我的歌。可以现在跟吗？可以啊。新发型好看，看起来比较可爱。我差点要拿这支来梳头发。大家好，现在超不像晚上六点的了啦，现在看起来很像早上或下午。卢卡可爱可爱，卢卡，我原本预期你会剪到肩上，我有点无法哎、欸，肩上太短。啾啾。啾啾 ，kiss 啾啾。哦，谢谢加速的告白气球，谢谢加速的宝箱。哎，卡住了哎，我的画面，我的聊天室不给我滑动是这样。初次见面，嗨！解锁新的 face， 哦。蛮酷的，
晚上喝霸道总裁，我喝霸道总裁。不好看。现实里的花会开。大家好，谢谢柠檬的金牛宝宝。来用这个好了。离开了你会回来。黑夜太漫长，眼泪在流淌。我家的彩彩在外面啊，彩彩，我真的有点无法卷舌的感觉。我的密码是什么？谢谢嘉勋小羊的玫瑰，谢谢阿米的玫瑰，谢谢小明的医用口罩。Hello， 去喝澡堂水有点脏，现在没办法喝澡堂水。哎，为什么听不到打字声？我。他说要用户确认。你觉得你要登什么？来。那你就先跑出去一下。虾哥还未来，他说他今天没办法来，他还在上班吧。嗨嗨嗨嗨嗨！算了，不登了。你就直接来听歌。卡住了，卡住了。谢谢阿 Kira。猫咪，哦，刚我这样子的时候，咔咔两下子。谢谢泥巴信婷，谢谢柠檬。这天，精灵的翅膀，像讲的精灵的尾巴，好美哦。谢谢。要听什么？点歌。谢谢信婷，欢迎代代，欢迎小易，现在人比较少，可以一个一个念。欢迎敖氏，我想要讲最近发生好笑事情，但是有些我忘记了，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应该要写下来才对。哎，对了，我要画。但是好丑，有点歪掉了，因为我太进化歪掉。我画了一个很漂亮的眼睛在上面，我觉得很漂亮啊，不，因为我不会画画。想问一下 ，Daisy 跟 Bellflower 是什么意思 ？Daisy 是小雏菊，然后呢？Bellflower 是风铃草，然后就是我们的队名这样子。有没有分三个小队？还有一个 Sakura， 很漂亮啊。没有很会画画。来听什么？我刚刚打字，然后忘记了。但是我先来讲最近发生很好笑的事情。有一天呢，那天要练习之前的事情，那天要练习，然后呢，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已经到了公司，结果他们到了公司才有人说，到了公司才有人说。今天不是四个人而已嘛，然后就想说，是四个人哦，我以为全部都要学，超白痴。那我就在那边吃完晚餐就回家了。妮妮今天好可爱，因为我今天涂了新的口红，蛮漂亮的。
感觉你涂也适合、欸、太红还好你涂一点点用手推开欢迎子弹欢迎草莓酱然后还有什么好就还有我们班有一个女生打篮球的时候吃萝卜就是左手的小拇指然后呢她痛到直接坐在地板腿软那一种然后我们体育老师只讲了一句话人生就是要有点挫折才会成长你知道吗结果他隔天来老师骨折了然后就带那个矫正的你们应该知道一个铁的东西靠在这边反正就是这样子固定住然后一个650然后他就说老师你的画质值650超好笑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好可怜超可怜的他其实不是手指骨头骨折他说他骨科医师说只要是关节裂掉或是骨头断掉都叫骨折超痛啊痛爆然后他现在手这只手这边到这边都是紫色的然后超肿超恶心表示呛爆老师被呛爆对他其实跟我们处得蛮好的因为他是我头发骨折我头发脱臼脱到不见略了有一点啊好可爱的称赞你哦太可爱吧谢谢信婷我要说什么我刚刚说什么哦因为我们体育老师他是在处理垃圾场的回收然后他就直接跟我们讲说拜托我垃圾场厂长欸然后我们就会说厂长每天上课那边厂长涂到不见的秃头嘛我说下面这一段然后我们今天体育课不是就是在打篮球结果谢谢西西分享金鱼哦超级金鱼反正就今天体育课我们在打篮球我们女生就是因为我们的篮筐那个框的线比较洞口比较小然后呢篮球比较大一点点所以球投下去可就会卡住那个孔你该知道然后我们班女生就把一堆球都卡上去然后最多卡到六个你看这是姐姐煮的因为我刚喝了一碗所以就没有再喝那么多这是姐姐煮的还有葱油有蛋有萝卜有玉米然后刚才有做那个起酥加起司加火腿然后底下放吐司厚片也是阿姨自己做的吐司厚片然后超好吃可以不要造成老师的困扰吗没有啊我们还是丢下来啦而且我们玩得很开心欢迎思源欢迎我不知道怎么讲日文谢谢思源的人生姻缘棒杨雄你为什么这样 Clear Love 你是说歌吗你要听歌吗为何要这么做好玩起酥热量好高最近变胖你不管欢迎志伟哥哥我是一个很爱吃萝卜的小孩子可是我眼睛还是很差拿了点歌邓紫棋的晚上好欢迎他其实出了新歌我都还没有听过
哎呀，这应该是。酱油用完了吗？洗漱还好吧，甜跟甜甜的，所以我热量很高。百合花很爱睡觉，所以想要听香水百合。这是歌哦，香水百合。好，下一首。笑死！我刚有没有吃莲雾，结果上面都是坑坑巴巴的，有点不知道可不可以吃。谢谢阿 K 拉的告白气球。那才甜，指甲后面爆开。我之前有被打到这一只右手的无名指，然后现在就有点歪歪的感觉，但是没有很明显。谢谢西西的贵族玫瑰。欢迎张志祥。晚上好，晚上好。虽然还有很多很搞笑的事情，可是我都忘记了。天哪！那我就说，数学老师觉得很好笑，是很也是跟厂长有关。我们体育老师，因为他们我们学校就有社团嘛，然后他就带室内划船社，然后就要写上课内容是什么，就他里面写了划船机，变成写成找船机，你知道吗？划跟找。找东西的找，然后呢，我们数学老师专门在学务处负责那个的，然后他就说，那个同学啊，之后划船的划不要再写成找了好吗？然后那个同学就说，是老师写的，然后就很好笑。然后还有一件就是，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什么通报单哦。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反正就是一个单子，然后上面只要写一次，结果我们厂长写了两次，结果，然后我们数学老师就说，那个以后啊，这个单子只要写一次就好了，不要写到两次。然后那个同学又说，那是老师写的，超委屈。不知道啊，划跟找就差很多啊，找船社。啊不是找船机，所以他们都在找船机这个东西吗？然后我们数学老师又说，同学、啊，这字不要写那么丑吧？他说那也是老师写的，超好笑。我们体育老师写字像小孩子在写字，然后他就说那是艺术，那叫艺术，你们不懂。他们教我们第一学期说，下一学期他要在他签名旁边画一个小花花，结果呢还不是没画。欢迎加速，欢迎阿龟啊。欢迎同学阿尚。吃完，帮我帮桌子，谢谢。对，我要给你们听鱼干的歌。
道怎么样。我不知道哎，可是我都要放出去。有啦，有人找你，有人划你。这首好好听耶。嗯？对啊。欢迎小易，欢迎西西，你们两个都一直划出去。我原本前几天这边肿了好久，然后最近终于好了。欢迎九蛋，欢迎真奶。想你想我呀，小溪。爱睡觉的花百合花，为什么？小妮子，大家请安。小妮子，大家请安。外泥，我还好啦，没有到很乖啊。想睡百合，哦，原来哦，想睡百合。哦，这有点酸。然后。星期三我们班上考复习考，公民的复习考，然后是考有关法律的。结果呢，50分以下要罚抄，我这次要罚抄，因为呢，我直接两题没有看到，然后一堆都是选错，二选一我永远都猜成错的答案，完美避开正确答案。晚安，欢迎艾文，欢迎茶茶。下一首，我先唱这首。还好吧，没有到很冷。错什么有关法律的题目？可是我觉得我都是写对的啊。可是我自己是知道，就是我觉得分太细了，所以才会一直选错。我就直接没看到，我就写很快，然后就趴着这边看老师。没关系，你有需求。你怎么把我这么留在半路？我睡不着，怀念有个拥抱，安静的夜里，美好回忆突然变成打扰。相信你说的会把我的手牵牢，不会轻易的放掉，但这一刻我手心怎么空了？也不一定是我把爱情看得太简单，只是一不小心成为习惯，顺其也自然。我国中，你也不在，却还留着你给的伤害。这样的我该怎么离开？谢谢阿 Kira， 谢谢艾文，谢谢卢卡，可爱可爱卢卡，你有名字或是绰号，这样就不用叫可爱卢卡。好像还叫路卡，哇！谢谢艾文。我都明了，听说是为了我好，你渗透的心，放弃对你假装善意微笑。我全都知道，爱不是寂寞解药，不会永远都美好。但这一刻，心还是隐隐痛着。也不一定是我把爱情看得太简单，
只是一不小心成为习惯，顺其也自然。你也不在，却还留着你给的伤害。这样的我该怎么离开呀？没关系啦。寂寞还无法防备，笑容怎么挽回？失去却得不到安慰，明明我就已经选择离开，怎么会如此困难？而结果是我的心放不开。也许真的是我把爱情看得太简单，还把承诺当作一种习惯，其实已腐烂。过去的好，现在的痛，我全都一直掩埋。把爱收好，我勇敢的离开。Happy Love， 你竟然改成卢卡可爱可爱卢卡，然后来我这边，欢迎欢迎。刘海不如喷定型液吧，比较伤头发了。谢谢泥巴祭司，欢迎淘宝哥，谢谢谢谢柠檬。头发的不是比车翘，这种头发到底能外翘？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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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浩浩。默默的想，是不是我又做了什么傻事？是不是太多行为无法解释？你说我像个傻子，谢谢追踪。总是天然的无法控制。欢迎 OPPO。我偷的看你和他聊天，手上有的样子。也在意咖啡店常坐的位置，我是否不该这样矜持？撒娇吗？鱼干连场，喜欢。你爱不爱我？爱我的话，就多爱我一点。那就多爱我一点呢？那就给你亲个。才是你要打扫。为什么要打扫？你是被罚吗？只能感慨，这样没保存期限的未来，怎样的安全感才值得我依赖？要有那自欺欺，个性也要慷慨，难道连这种要求都这么难？到最后，只能靠我的预感。谢谢，欢迎欢迎大家。为什么？啊？什么？也许我不应该。太沉默，才让我要的结果一次一次的飞过。也许我不应该太执着，不断的犯错。可能是内心中太脆弱，无法。
佛之手，那不是属于我要的结果，可能是太寂寞，大家都说我想太多。是什么样的爱才会突如其来，难道选择释怀才是好的对待？不明白，或许我只能感慨，这样没保存期限的未来，怎样的安全感才值得我依赖？要有能自欺骗，个性也要慷慨，难道连这种要求都这么难？到最后只能靠我的预感。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是什么样的爱才会突如其来，要有难的释怀才是好的对待？多少次我想你看不出来，心跳的节奏那么的澎湃，才值得我依赖，又有难自欺骗，个性也要很慷慨，难道连这种要求都这么难？到最后只能靠我的预感，我的预感。欢迎国树，谢谢家树，欢迎 Miso， 欢迎 Jeff。那还有很多新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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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听遍。还有猫咪的，我记得猫咪超可爱。我要听猫咪。喵喵。哒哒哒。大家想要听什么歌？伸展了伸手，你千万别太靠近我，要等我主动向靠拢。宽宽的曲轴，君子的预感好久，快给我，快给我，可以跳跳动。我伸缩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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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缩谢谢。爱我爱我，喵啊喵，不理不理猫，喵啊喵，不理不理猫，喵啊喵，不理不理猫。发现你是不是也没有开声音？你发现是不是没开声？噔噔噔噔。谁进来陪我？你要坐着像个木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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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谢谢。许贝贝的星之冠，你嗨起来了！谢谢泥巴虾的星之冠。
火影，乒乓歌，乒乓，乒乓歌是什么？哒哒哒哒哒哒，乒乓歌我只找到，只找到佩佩猪。谢谢你，巴莎。海涵唱的歌，我怎么知道？你说什么的礼物？是啊，是啊。因为解太多任务了，下分。还解到卡住，我当机、啊。怎么看不到你的脸？好笑。哎、谢谢。对，就是佩佩猪。哦。佩佩猪有什么评判歌？你刚刚不是说你有找到？对啊，那就是他啦。但是我找到的是，找到的是一整集的。大家来看佩佩猪。谢谢。下歌送太多了吧？谢谢夏哥。冰棒冰，冰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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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可以看《顽皮豹》吗？哎，好久没看了。你有看过？当然有。《顽皮豹》，顽皮，皮玩到吗？《顽皮豹》。谢谢夏哥，太多了吧，全部都是水果。我是被挡住。谢谢你发现。什么乒乓？下次到底送完了没？你那个脸完全都看不到了。完全看不到你的。对，我现在在找缝隙中求生存。挡屏幕专用。来给你们听一个很好笑的，有没有到很好笑？这棵香蕉树太高，这是海绵宝宝吗？对，我的童年。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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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哦，饿要打
束，谢谢刚刚泥巴下送那么多。看加速开始。对。笑死！可以不要一直挡到主播脸吗？加风中求生存，我在聊天室。七彩的微风，侧上脸轻轻吹拂，想溜走，溜到没有纷扰的角落。换心情了。在黎明前夕，传来优美的旋律，记忆里，谢谢家父，被动人的 melody， 乘着高飞。尽情遨游，登上东方蓝色天空，想要的自由是我的追求。最终的梦，期待海洋七彩的梦幻乐园，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爱的坚持加上信念，生命从此会不断的蔓延。七彩的梦七彩的梦幻乐园，闭上双眼慢慢的用心体验，即使梦也会有终点，就算伤悲也会带着笑脸。欢迎，谢谢加速，谢谢静婷。彩虹消失无影踪，噔噔噔，叹息着满身的忧伤，滴滴答滴答答答滴答。我现在躲，对吧？我来听那个巴洛克。巴洛克，我觉得蛮不错听啊，其实。谢谢，终于先停下来叙事了吗？没有。太多了吧！被耀光的指甲巴洛克变成动人的那美妙声音，好多粉丝。嗯，我觉得这个歌好像很适合当背景谢谢大家，珍珠美人鱼，对，但是这是那个坏人的那个，那两个姐妹，他们合音很厉害，合音很厉害，合音很厉害。我先继续忙，星期日再来看，谢谢你。胸怀中曾经相信的美丽世界，在那一瞬间消失，一消失无影踪。你喜欢坏人，我喜欢他们的歌。我记得还有啊。什么东西？我关掉。欢迎乔天佑哥哥的飞镖。法旋直播，什么意思？欢迎，谢谢谢谢乔天佑哥哥的飞镖，欢迎 Kira。青蛙的笑话，有点忘记了什么笑话，我有点记忆短片，我头发还太多了，太油了。朋友们，心魔，青蛙噎到变成什么？青蛙噎到，
变什么？南瓜。南瓜。我觉得很好笑啊！有一次我们数学老师，那青蛙死掉就变成什么？丝瓜。有一次我们数学老师就这样，然后我们班一个比较很好比较好笑的男生，他就说爆米花，然后我觉得很好笑啊！啊，听这个。好久没看珍珠美人鱼了，好怀念哦！我觉得蛮好看的。失恋的青蛙是什么？来吧。失恋的青蛙是什么？自恋蛙。好可爱的牛牛。哈密瓜。有一种瓜味。哟，谢谢你，泥巴仙。嗨，你好。笑脸比海平面还低，不要这样。不同的节拍，阳光快乐存在。流云爱出彩外。哇，这个好多哦。不唱出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一个神发型打开，笑起来，笑起来，笑起来。像成现在，就算现在，谢谢追踪，谢谢。游戏这样的 melody， 好希望我变珍珠美人鱼哦，我觉得很好看哦。你留言。现在还爱远方。留言不好笑，见仁见智哦。我才能宣传、啊。啊！大家可以追踪那个四月新主播于青，他等一下晚一点可能会直播。cos 珍珠美人鱼，我不会。蓝色，我想要变路亚，所以是金色的。星罗哎，沙罗是不是被抓走啊？我记得。就算现在，我不会抢。企鹅跟那个 CP 忘记，企鹅是企 CP， 我这边讲话都怪怪的。CP， 企鹅是哪一个颜色啊？企鹅不是就跟路亚吗？伤痕，冬季的秋雨和依旧还能活着。小波就路亚、啊、不是吗？你说也是，他不是就在路跟在路亚旁边。走过了天空黑了，我还醒着，孤单总是会带着不离不弃陪伴着。咬字都有锋芒，有点。爱而是沉默的孤单。尤利也是企鹅吗？我有点忘记。总是要好几年漏风里，嘴巴可能漏风。我们折腾了多少春天的缘分？
喜欢路亚的海斗。我觉得我之前小时候就说那个海斗是我男朋友，谁都不可以跟我抢。小伤痕，痛几天就愈合，依旧还能活着，笑走着。我说尤莉是谁？我知道契儿是小波。就过了天很黑了。我还醒着，我在那想象自己跳到水里面，然后就变珍珠美人鱼。我没有用那个妆，我用你原本的，但是那是送你，他送你的。卡纳赫拉，用的是米儿，米儿是哪一只啊？我都忘记了，太久了，忘记。总是要耗尽眼泪，痛心的上了一课，才知道什么要割舍。我们折腾了多少上天的缘分，才发现世界有太多舍不得。错过了一个对的人，来 Google， 谁晓得？欢迎姚，欢迎托乳酱。请问什么动物很像，长得很像美人鱼？你说真的美人鱼还是卡通里面的美人鱼？尤莉，尤莉。紧咬着刹车痛在往前走。哦，绿色的，绿色的，浅绿色的头发。米儿，我来找一下米儿。终究学不懂。爱情变陌生，错过再错是否？米儿好久没有出来了。米儿是不是？哦，就装无辜的，超讨厌他。可是我觉得戴上去蛮好看的，只是。好透哦。很透啊。嗯。好透。我们都在一起。真的美人鱼，金鱼吧？不是人面鱼。人面鱼太恶了。我们都在情侣上一点点烦。我最近在用姐姐是一个唱歌老师，我在用她的方式唱歌，可是呢我怎么样都唱不出来，所以我就想说算了。Interliana， 之前明明就有唱出来。Interliana， 这样吗？不是啊，不然。美人鱼有真的，真的啦，你去找。有啊。你去找真的，但是长得不好看。就是很可怕。英特里昂娜，是这样吗？英特里。我叫卢梗嘛。对。对对对，卢梗。是啊，对啊，很长，没有短短的。是哦，我睫毛小时候超长耶。耶耶耶耶耶耶！普音。咖啡店在播放的那首歌曲，好想知道对我所有的秘密。我写。跟着节奏挥动着我的手臂，想要忘记代表还保留痕迹。我应该没有唱错。不想继续压抑，现在开始倒计。Come on,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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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 on, baby， 告白还来得及。两只脚，你在干什么？冰冻代表幸运，运气概率，简单也最复杂的谜题。嘿嘿嘿。好带吗？这一步我昨天马上带，但不觉得好带啊。你超痛痛啊，眨眼白痴哦。
想要听 GFRIEND 的歌。GFRIEND 塞班在干嘛？戴眼，是不是朝天椒？问的。对。你怎么知道？因为他会叫我。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这首蛮好听。不是那个。你理解吗？我觉得你要抹消炎的。你理解吗？现在也很长吗？很长啊，哎，还可以。塞班，不要再羞涩，塞班。妮妮，抱歉，有事要先下，没关系，星期日再来看我。塞班真的好美啊！他们这一首有那个行李箱，然后他们就这样踢过去，没到地板都不算长，太长了吧？业配抓到，业配什么？我没有业配，一直看到发线，有点突啦，对不起。对啊，怎么变那么秃啊？应该要涂那个，就是有变黑的，看起来发亮比较多。发像是会秃呢，我觉得我比较少啊。好可爱，卡哇伊。你怎么？我觉得还好啊。我看。我看那个。我觉得不会啊，就很像我的。好看，你好像毛、喔。谢谢分享，谢谢 Akira。跟减法有关系吗？还是原本就这样？原本就这样。大家欺负我秃头没有、啊？之前我不是有个绰号叫托托吗？然后姐姐叫托托，然后说谁秃头？我听成秃头。认真问题，如果有粉丝批评你的话，你会以什么心态面对？我就会看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话，我就会去改啊。可是如果只是为了骂我的话，就是为了鸡蛋里挑骨头的话，我就不会理他们。欢迎您，欢迎峰峰，欢迎，谢谢您分享。少女秃，对，少女秃。一个不要那么可爱，不可以。谢谢分享，鸡蛋里面有骨头，那应该是鸡仔蛋，那个超恶心的，我完全无法接受。谢谢傅伟。下一首。我第一首会跳的是，是 By Two 的歌，再来就是 GFRIEND 的。好美啊！恶心什么恶心？不可，我真的不可。哈哈哈。
我也听不到。谢谢傅伟。是跳的什么？不是，是 Mega System。谢谢做李恩，欢迎大家。哦，就卡住。谢谢谢谢朱莉安，谢谢信平。啊？你什么时候点药？八点，我要帮你点。甜甜的，饮料水通常都是苦苦的，对，趁这一罐好吃。我记得我姐之前有一罐饮料水是要点在嘴巴里面，嘴药水。为什么饮料？我哥哥，哦，狗到边边了，还想说这个不要弄脏了，没关系，好红，会吐掉。画不出来爱心。我第一首会跳 G-Friend 歌是这一首。又要烈红嘴唇咬眼镜了。
힘을 우리부터 우리는 꿈꾸며 이루 하는 우리부터 우리는 鸭嘴唇汤喂拿的要吃香料它这个超甜味道超级无敌甜然后甜到就是个化学的药味会调那么厉害还好吧其实到一张满满汤的你接了什么放在头罩给我看看하지게요수주하지게요는웃고바라볼게요지금나너앞다시세요용기는나晚上好感谢主给可是恩赐感情吗我觉得超美的这个透明这个是个小号那么无力无力谢谢朱里恩你们最近在干嘛我还是觉得我最近过得很好笑嗯我刚回来然后他在设计刺青耶我要看我要看好酷啊好酷啊好酷啊他也是很酷他照片看起来很酷他的手好多刺青对啊他蛮常开心其实我没有练这首好希望这是我的手好恶心哦不要太毒了猪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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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给他的歌嗯再靠近了很吵到马鸡可以唱歌了你是八岁来听韩国歌曲最近很少超级无敌少谁谁我眼睛这样看是咖啡色的睫毛好长真的很长呜啦啦沙啦啦沙啦啦哦蛤蟆家的四个小猫咪送养了沙啦啦欢迎今天要干嘛呢这几点7:10哦坚持一小时了也太快了吧都没感觉睫毛弯弯扎呀扎我睫毛很直睫毛完全翘不起来扬起来
夹了马上就卡掉，超神奇。没有啊，有些人夹了就可以定住。很羡慕那种外国人，他们的睫毛跟眼睛都超漂亮。他有小跟着动，真的太可爱了。不要换小发发。小发发。我今天开过了啊，但是他们是这个会把那个心之管吃掉。是。对。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我在笑。笑声会有多好，角色你不要吵。在抽屉不是吗？我相信我已经快要把你忘掉。爸爸爸，你要干嘛？更寂寞。煮汤啊，然后用起酥加吐司。等一下，对啊，还没喝完。哦，跑，哈？什么？好，霸掌啊，霸宝，霸你，霸，拢是霸做诶。它是不是最长了？很像是吼。对。哦哦。怎么了吗？不够。跟那只不是一样。更寂寞，在和好，我想要安静的思考。我想要晚餐吃什么？还是吃宵夜？晚餐吃啦。晚餐我吃那个、啊。起酥下面放那个阿姨做的厚片吐司，然后再加起酥上面放起司跟那个火腿。欢迎，头发真的好乱。猪猪，你们爱不爱我？不爱我就滚犊子。超坏。不爱我就拉倒。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不要爱的宝宝。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你没有人要。可怜的胸肌，这样会饱吗？你还在发育，我超饱，超级无敌饱。如果你很想靠，哦哦，不要爱的宝宝。哦哦。好了，你那可以。嗯，你要在那边播。嗯。好。不要爱的爸爸。但我不能现在播，会打架。会两个声音。离开之前，
不知道现在在干嘛、欸，完蛋。等下一个天亮。把我洗头可爱的照片送我好吗？要先去约会的计划。你的肩膀是我孤单的天堂。是洛丽宝宝，那个是洛丽宝宝。是我的。等下一个天亮，妈妈被带走了，居然自己在看，居然有没有尊重？好可爱哦！可是小花好像还没有人领小花啊，我喜欢小花，我喜欢三花 ，sunflower。不要打广告，零尊重。零尊重，零尊重，零尊重。请问你的尊重呢？因为猫咪，猫咪真的太可爱了，受不了，对不起大姐。尊重呢？零。唱乒乓歌，我不要唱乒乓歌，我不会唱乒乓歌，我要那个。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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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 ，Baby shark， 啊，妈咪，啊妈 ，shark 嘟嘟嘟嘟，妈咪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妈咪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妈咪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妈咪 shark。Dadd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 ，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 ，Dadd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 ，Baby daddy shark， 鬼妈是鬼妈，鬼妈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鬼妈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鬼妈 shark。为什么出现海豚 ？Grandpa shark 嘟嘟嘟嘟嘟，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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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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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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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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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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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应该越老越慢才对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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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呜！发作了，要吃完吗？他是课太多。还有什么可以玩？你要全听你的，是的。而给你好的，数到三，永远爱你一个。四。不会，死不会放手，我不会啰嗦。哒哒哒哒哒哒哒。头火。三蓝黑羊，请和平不嫌太多，对你说，打开你的爱情手册，就在此刻。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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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我根本不会，你会不会？还有什么能唱？有些伤痕像场大火，把心烧焦难以复活，不痛。不碰了，好像忘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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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不会唱，还在看猫咪。闭嘴。有没有尊重？有没有？猫咪很可爱。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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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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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咬啊！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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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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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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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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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猫咪猫咪，为什么变点头？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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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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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们可以唱那个宠爱给他们听。猫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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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妈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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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带你宠爱，这算不算不算爱？我还搞不明白。快乐的事情跟你分享，难过想给你肩膀，第一次为一个人紧张。我好想带你宠爱，我好想带你宠爱。短短几个礼拜，心情坏，因为你不在。有一阵光暖暖的洒下来，忍不住的小期待，因为爱。哦哦哦！我是猫咪，猫咪。我是猴子。哎，谢谢信婷。他把心之冠吃掉了，哦，出来了。没有。我是猴子。对他迟了零点五秒。对。不止迟了一秒吧。哦，是谁那么爱我？是谁住在你爸的大风里里？你爸的大风。你爸。蜻蜓。不是，猴子怎么叫？汪汪汪。猫咪怎么叫？呱呱叫。恐龙怎么叫？喵喵叫。欢迎，欢迎俊哥。哎呀，恐龙喵喵叫。对，恐龙是喵喵叫。你知道恐龙怎么洗手吗？他不用洗手，他什么都碰不到。你看，他不能洗手。不会洗手，洗手，洗手。小迪怎么叫？妮妮，真是厉害！西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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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叫醒小羊。诗雅怎么叫？诗雅叫过我可爱的妮妮呀，还是很有皇后气息。板墙，西索，红豆泥，巴巴尼，红豆泥。本当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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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紫红老师怎么叫？紫红老师面包超人。不要说出来啦！哈哈哈因为我说其实紫红老师长得有点，就是脸那边笑起来鼓鼓的，有点像面包超人。所以面包超人怎么叫？什么梗？面包超人怎么叫啊？我的脸湿了，还要换。我剥一块给你吃。换一张脸。他肚子的话，他会把，如果他在荒郊沙漠那种的话，他会把自己的头吃掉不见呢。不要这样子。偷开声一下。你把下想你哦，什么下巴好丑哦，你好像 Coco 啊。子红老师好怪呀、啊小宝，好好说话。面包超人有头发吗？没有，没有。头发是有什么做了损失吗？你在改作业，改什么作业？搞不好都会。还是觉得搞笑。这到底是不是开黄腔的？我也不知道呢。开车喽。不行，我会被骂。等一下，我们再来开哦。
快笑死！帮我记住这个梗。你在叫我吗？没有吧？没有，不要乱说话。是说我要去学校路上有一间早餐店，真的有养乌龟，他就把乌龟晒在他的门口，可是他有用很大的那个塑胶箱装起来，然后他们在那边，所以他的龟壳是塑胶。龟兔赛跑，乌龟不是赢了吗？然后呢，兔子就不服气说：“那我们来比谁先回到家。”然后呢，还有乌龟说：“好啊，谁怕谁。”然后呢，一二三，开始，乌龟就说起来：“我到家了。”塞个头。塞星期日开一小时嘛，有点忘记，好像是两小时吧。再看一下。西索。西索，对，两小时。晒乌龟，不是晒乌龟，是晒乌龟。晒乌龟，什么都要晒。还是觉得刚刚好笑。乌龟压菠萝面包的纹路，乌龟原本就是菠萝面包壳。为什么菠萝面包不叫乌龟面包啊？长得很像乌龟。还有人说他们是。对，到底哪里像凤梨，就不懂。我也不知道，像乌龟，就是那个没有刺的纹路像凤梨吧。还好，我也不记得，我歪掉了，我长歪了，我长歪了，你们还爱我吗？啊！好痛！你这很坏哎！啊！帮你拉筋耶，不用啊，再来啊，我不要，走开，来，你来来。OK， 你干嘛打你自己？你为什么要打你自己？鸭嘴兽太瑞，你为什么打自己？鸭嘴兽太瑞，你为什么要打你自己？我现在继续忙。好，我等你，你要想我。你为什么要等自己？我可以歪歪爱啊，人家真正爱你，一定要歪歪爱。因为你刚刚歪啊。我是90度。所以你很温暖哦。对。是哦。而且整个翻过去就变180度，然后你们就吓死。你不要学那个，好恶哦。我会想你的。丢你。黏住，丢你，谢谢柠檬。晚上来看回放 ，OK。有6个人现在在播，好可怕。是啊。好可怕哦！怎么那么可怕呀？英文着用就好了。啊！不要再压我了，很痛很痛！不要！走开，你走开，走开！好痒，头好软。谢谢这名字的珍珠。不要，云爵说：“我刚才撩你，不要跟吧，没关系，我不会讲的。”被撸了，很痛。这不是挫折，这已经是歪掉了，这是挫折。不要学老师，不要学我们家厂长。这是人生的挫折，所以现在你要这样折，来，一二三，嚯！等一下头就到背了。曾经被杰哥编掉，为什么？没关系，至少还是还没掉。他生气了。我喜欢我这样子低头的嘴唇，我觉得这样很好看。是说
比较薄的意思。对啊，因为我不喜欢厚嘴唇。不会啊，你真的很厚。喜欢我的人是喜欢我哪里啊？还是喜欢我的歌手？你们一开始看我是看我的哪一个部分？脸的哪一个部分？赵葵姐姐，你有跟他告白？告白就被崩掉，好可怜，太可怜了吧？告白失败，好好笑。你知道在这里告白失败都要被笑一波吗？快笑他，告白失败了。走开啊！我不要跟你在同一个房间，你滚出去，烦死！放开，放开，放开！欢迎阿当，放我戒指，你看那个虾哥的戒指，对对对，哪里？白痴哦！日常家暴，欢迎你，李宝芊芊，怎么都是快乐帮啊？快乐帮是不是好像很喜欢我的感觉？快乐帮都是虾哥啊！李正，经理老师好，老师好。云杰不喜欢被叫老婆，哦，我觉得是没差了。一直打嗝。噔噔噔，噔噔噔。有人咬我。我觉得这首前奏很好听。欢迎小易。没有，还好没有。这首超难的，那个 Easy 的歌好吃吗？很难吃，超难吃，请大家都不要吃。那你咬片。感觉今天超正的，告白天了。是蛋叔叔咬你，打到想要被咬，不可以，会生病哦。这不是妹子吗？是，我是。你们就觉得这个长度会不会不长不短？不会啊，我觉得很好看。那之后干脆就剪这样好了。嗯，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再短就会不好看。哎，脚点酸，想要跪着。如果到这里就会太短。对，其实还好，如果到这里其实还可以，到这里还可以。对我觉得不行，只是会比较老一点点，因为会有点成熟。晚安。女生也平时就回来了。嗯，因为我那时候啊，消肿的吗？因为我那时候就贴直接贴整条的睡觉。哦，对啊，我觉得。然后就直接卡住了。好近，忘记在虾哥在还在的时候做这个事情，截给虾哥，你们截也可以。看回放，我以为更难一点，不过现在很好看。其实原本更短一点点，头发真的长太快。原来也是去做练习生，被发现。大家在忙。
对，他今天还在上班，他在教四年级的小孩。四年级小孩。谢谢信婷。欢迎乖乖。你刚刚做了什么？嗯，你刚刚做了什么？什么做？没有。还有什么能听？你这样怨念很像很深哎。拿命来，各位拿命来，谁抢走了我的咖喱饭？谁抢走我的巴拉？抢走什么吗？巴拉。巴拉。巴拉，伯母游记，对，他就是伯母游记，你姐，你为什么要喝？我应该是第一次来看你直播的留言。你为什么要喝自然酸？没有，我刚才吓到你知道吗？我知道。欸，为什么？你有勾勾欸。我怎么了？为什么心情要叫我？提交要吵，吵死了。算了算了，都不讲话了，自己自己讲。我要算了。信婷抢走你的咖喱饭。信婷，我笨掉你，没有了。好坏哦！想要扁掉别人，有怪你的罐头吗？我记得不是有吗？应该有吧，我看一下哦。我记得有，只是我忘记有放在哪。不见了。有啦，点开。更多吗？没有。应该更多吧。没有我看，我按按看。没有。还要点下去才知道。你板好吗？我要看。怎么没有了？在晚上好吃掉了。为什么会晚上好？可是我自己看不到。有啦，你一波就是怪你。哦，你一波。白痴，你上面都没按，你在下面。被洗板的是你按的，不是我。没差。小弟，小弟，谢谢小雨。小弟，你干嘛？你干嘛？鼻子还乱。鼻子好冰哦，他鼻子好冰哦。你是不是冷冷？可见没那么热。耳朵也好冰哦，一点点。这是乱来的香蕉，它不是香蕉。你还用猜？我忘记了。没关系的，他也不想被香蕉被掉。谁？他也没有开，不是吗？他之前呢，是被冰掉，不知道为什么被冰掉，对你被冰掉。我知道，不要害自己。不要把脚架撞掉哦。谁的屁屁？谁的屁屁？谁的尾巴？谁的尾巴？你为什么要胖胖？哦，他被吓到，我傻眼。他被罐子吓到，你好像白痴哦。香蕉藏在海之中，像水流慢慢。时间打比较快。啊？哦，他们说那个罐头词。突然又想听。
弟弟，爸爸。我帮他搓耳朵，不行。你已经是他女朋友，今夜你的承诺，请原谅我的不成熟。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只要在我身旁的是最爱的你。仿佛过去连默契也如往昔，今天爱意只要有你，最后就让我将这愚蠢的爱意随着情统统沉入海底。噔噔噔用任何语言静静的陪伴在身边，其实短短的一天却比永远更像永远。怎么样都可以，只要有你，只要在我身旁的是最爱的你。仿佛过去的默契也如往昔，今天爱意只要有你，最后就让我将这愚蠢的爱意随着心统统沉入海底。只要一起在小天使彼此你把梦拉离看日落，然后我和你今天爱意只要有你，最后就让我带着传说的亲密。我就跳出回到朋友关系。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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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好，弟弟。哇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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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只配音效，当然了，这样才好记。二的发每日熬夜音，二的话每日熬夜音，八国联军。报告联军吗？对啊，对。我下礼拜一二要断考，哎，完全感觉好像是很像很突然感觉，但是其实没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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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什么事？住住住住住。想，书读完了吗？当然还没。读不完。那预备生活，学生说还不差。我跟你讲，历史第一课，我们只要考一二课，历史第一课60几分，第二课90几分。我。把情绪压抑埋藏，应激出了我想说的话。其实你真的不必一个人在装坚强。侧耳聆听，放上了乐界的消息。谢谢来客。水中划新人的旋律，一点一滴小小相遇。如果能加倍珍惜，一定可以。难怪我觉得这边好少人。当心
桥的沉默晚上一片金黄，你要往北边慢慢拉长，景色唯美到不像话。Yes， 回首今天已经要退场，超级。谁跟你唱？超级塞班塞班塞，你还是不要念好了。超级塞班人，我知道啊，因为很多人看。请仔细欣赏那张脸庞，从不怕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七夕也说。要做吗？谢谢超级赛班人的 love。对不起，我刚刚讲错。超级赛班人。怎么？我把两个的音调相反，一个一声，一个四声，四声。太烦打两个五级。然后孤单的恐慌，真的一扎扎。不论是谁都一样。都会脆弱，陷入彷徨，还没跳上却因为有彼此的肩膀。偶尔轻易好不不不，变身前要大喊塞班。什么？是珍珠美人鱼吗？塞班，太怪了吧！一边远离，不停地碰壁，一边伤心，希望让太阳在心底。当夕阳悄悄地沉默晚霞，也一片金黄。尽管泪在淌，只是勇敢向前闯。一个跌跌撞撞失去的代价，也终将被骄傲倔强重新紧握在手掌。大月高挂，我们不知不觉爬上了窗，那星光。雕刻出夜的心中，仿佛一幅璀璨的画。嘿，那明天又升起，照耀远方，牵上羊，好好做一场属于你的梦想。夕阳悄悄地沉默晚霞，一片金黄。你要往北边慢慢拉长，景色唯美的不像话。Yes， 挥挥手，今天已经要退场。也即将将一切锁门，重新开始商量。当匆忙宇宙的变路变成日常，你不妨给定自己的答案，别再演得再哭着。仔细欣赏那张脸庞，从不怕努力的拍打属于你的翅膀。好痛。那就不要唱。哦，平常皮肤真的白到一个不像话、欸。白到什么？白到一个不像话。刚刚结尾全部人站在一起，然后拍到全身的时候，就他一个最白。谢谢信天跟塞班人。塞班人到底是谁？笑死。不知道。塞班人已经和瑞婷的粉丝，然后后面还是炸虾耶、欸。好孤扰之前的大家。这是交友。今天榜一是不是信婷啊？好像是哎、欸。没事哦。谁的窗户旁，那春天的时光，所剩无几的流淌。流淌。不是。你们的模样。长长的制服上透露大人哦，今天想到一个，可是他就是我们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聊到电击棒，然后我就说十万伏特，然后他们就说，所以你电人之前要讲皮卡丘，我要是你，然后就有一个男的，我们班最帅的那个，皮卡丘，超好笑，浓流汤。
浓流汤有点恶心，皮卡皮卡，就这样。所以你电人之前要这样按着，然后说皮卡啾，然后电人。好忙哦，超好笑的。然后还说你打人之前要这样子皮卡啾，我觉得很好笑哎、欸。还说笑你太低。镜子探索，紧握着怂恿，感情我当眼神执着，我刚刚执着。今晚的电话都洗手的家，每次难过你都提醒。那繁忙的日常，竟然也念念不忘。天气报真的有十万吗？我不知道。十万应该变十了。他，我朋友，我同学他们家好像有个十二伏特的。是哦。嗯。目送关于青春的过往，沉寂的美好。是啊。是啊。没电。啥音？他是会一直掉掉掉掉。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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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开枪！笑屁哟、哦！啊、哦，好痛、哦，我的膝盖！弯太久啊！我不要，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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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no no， 先不要，先不要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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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耶耶。脚麻了，没有麻，是我膝盖弯太久，你知道那种蹲太久膝盖很痛的感觉。对，你又改名字。是哦。原来妹子有心猛。傻眼。现在还在那。啊哈哈。阿妈，你怎么没感觉？不是你。骗人，看照片就知道了。爱和灿烂，心还慢慢松开彼此。阿妈，你怎么没感觉？因为你要当阿公。不要再压我了。欢迎白色黑芝麻。为什么白色黑芝麻？就像你说你要一个热的冰拿铁。我要一杯冰的热拿铁。我要一杯冰淇淋奶茶去冰淇淋。冰淇淋奶茶其实喝起来就很像奶昔。我想要喝奶昔，我完全没有喝过奶昔，我这个爱奶的人，爱奶的人，好喜欢，爱喝奶的人。白色的宝贝，妈妈松开彼此的手，对曾经的所有全是那么美妙而温柔，早把爱去前往曾经的伸手。会别困惑，有你的我，眼神都闪烁。原来是爱奶的，不会是要做奶昔的吧？不会，我不会做，搞不好可以试试看。那你们又要说我在炸厨房？他没有开车啊，是我。我没有开车，我这样牙齿好白哦。我牙齿好黄。欸，你偷偷看这个啦，我想看。哦。卖到奶的买不到奶昔了，对啊。嘴吞给你。不要那么靠近。太多了。好。反正等一下明上学。好呀。嗯，明。明。总是苦涩的，快不能自已。头又骨折，好甜，好苦，好奇怪味道。其实我觉得不错看。太牙就会不见了。对，你抹开就好了。头又骨折。老师，我要回家。为什么？我要开刀、啊、你为什么要开刀？你要开什么刀？人类无
无用附属之说人话剪头发。谢你哦。哎。一下子就要开，八点，你妈几岁？又开始点吧。姐姐等一下要开直播，你们都可以去看他，大家都去看，一起看他，喊我一起的高乖。而且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限制了。但是你们不要说出来是不是？哎，嘘，没事。还是对你的蜡笔小新。蜡笔小新。贾贺。很痛。洗手歌要来了，洗洗手啊，洗洗手，搓搓搓。我洗手的时候都会唱那个生日快乐，因为它大概要20秒。这样子比较快，比较不会太洗。你根本就没洗。就是你刚刚冒出的、啊，你都吃掉了，有还是有，还有一点点，没有，有啦，崩土 get， 看这里就知道了，看里面跟外面，一点点好不好，哎、留那么一点点，这个人啊。我洗手都会唱两次的生日快乐，因为好像说要一首大概十秒，所以大概是20秒。一会就这样，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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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是泰国来的吗？今天你生日，真的假的？你还没有过年，我破音，你还没有过年龄工作吗？我才15岁。这个平台直播的最底线，我进来听 TP 的时候才14岁，超小的。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触动了心感应的奇迹。当风吹过这一片绿草地，你会知道我爱你。别的一定是。这份惊喜，无预告发生。在宇宙中某一秒的巧合，日常的路上与整块的缘分，也是痛苦中简单的快乐。这美好的世界，我总是相信着。我怎么不记得柏林前辈有唱法的样子啊？我都忘记了。更感谢，更用心，更努力的面对着我的心。这样也可以，那是你的几倍呢？我不知道、啊，看你几岁，我来算。5倍，你3岁。OK， 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啊，没有了，差不多了。对啊，差不多。太念茫茫了，念茫茫，念提旁了。为什么？为什么不提旁？来了，爱心的啊啊！没关系，我是念本场，本场的都是本场。第15名西西，第14名柠檬，第13名小易，第12名泥巴鸡丝，对，没有念错。第11名我不知道怎么念，我
第十名朱莉安，第九名艾文，第八名小白兔，第七名傅伟，第六名 Happy Love， 第五名泥巴虾，第四名泥巴轩。再来第三名春家树，第二名 Ak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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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ito， 第一名泥巴星星。你把心听，你把心听，你把心听。我是公鸡。那么惊讶，当然惊讶。因为终于不是下歌。不是不是，我刚看到日，我刚以为我看的是日榜，结果是本场，吓到。呀、yeah ，我是公鸡。风吹过我脸颊，被青蓝闭上了我的眼睛，心里就长大。在那片遥远的横渡落发山丘上，谁会一直在我身边？答案很透彻。有一刻，忽然发现了自己，有一种专属我的奇迹，风顺命运。阵阵缓缓的风守护着我不停息。十一名游戏 Hero， 哦就是游戏 Hero， 游戏 Hero， 游戏 Hero， 原来游戏 Hero， 来看一下，再看一次。你会知道我爱你，游戏 Hero。李威，你开了，我开了，开啊！蜘蛛的声音，姐姐等一下也要开了，我已经开了。那种多里宝宝有新一期的，下来一下，分，对对对对对，聪明。就是自觉缓慢，因为雨晴，我脸好热。好好下去。我的脸好热，我的脸娘好热。你娘。一切。自从与你相遇，是不是你在一起？清澈岁月的日记，充满了反抗叛逆。旅途中的秘密，最最重要的东西，是对未来的憧憬。我们总如此相信。台湾打？什么台湾打？感觉不会永远无止境的闪亮。披着过去捆绑，噔噔噔噔，许下心愿，勇往直前，只剩最后一眼，让我学着睡，微笑说再见。即将踏进新的世界，我虽然有一些，却已经不准谁退却。曾走过的蜿蜒，回首的瞬间，只剩风依然还轻轻的吹。哇哇哇哇哇哇 ！Yes！ 哇哇哇哇！刚被藏起来的玩偶，那个是洛丽宝宝。黑夜走到的雨停，下的雨越飘逸，翻成了电脑笔记，我会发的字迹，让你不断好日记。这个听完我倒数。嘿，嘿，没有人吗？没有。等下来啊，这。要帮我宣传吗？我被骂了。哦，算了。不过还好，正常。我瞎
想我娘了，好久没看到他。我想他。Yes， 哇哇哇！弟弟来了，草莓酱也来了，欢迎欢迎。因为我这边快结束了。大家好，大家好，拜拜。Yes。什么香蕉主播？不要叫香蕉，那是另外一个人了。哎，他们家。不好，所以我晚上又在播了一次。曾走过的蜿蜒，回首的瞬间，只剩风里人海轻轻的水。哇哇哇哇，滚呐！哇哇，超香嘞，派耶！好香，竟然还没有 yes， 太久了。哇哇，铁球你好，哇哇哇哇哇，好了，十。九、八、七，我就觉得刚刚小话很好笑。六，那我们小话是说什么去了？五、青蛙、四，不是不是，三，刚刚小话超好笑的。子龙老师哦，对对，子龙老师，哈哈，一八，欢迎欢迎欢迎，拜拜，妹妹辛苦了，拜拜，拜拜。哎，晚上人真的还是比较多，虽然现在。